近日关晓彤深夜现身深圳机场，全副武装的她只露出一双大长腿，双手抱臂，一路与助理有说有笑，来里跟拍。日前关晓彤身着 T 恤牛仔裤得奖回酒店，好心情与粉丝求合影，来者不拒。关晓彤凭借好先生中的彭佳慧一角，在激烈的角逐中杀出重围，获得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，并且成为了白玉兰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。前不久关晓彤以清新的齐刘海造型现身机场，当天她黑超遮面，一袭橙色 T 恤配紧身破洞牛仔裤，秀纤细长腿，这高挑的身材实在是很抢镜。只是关晓彤似乎对新发型还不习惯，频频用手拨弄头帘，害羞的样子十分可爱。曾经的美腿酷 girl 成功变身软萌妹，娇俏可爱，这时她的粉丝赞美道，可是超级好看耶，我的女神回来了。还有网友表示，有刘海就是萌妹子，无刘海就是小玉姐，怎么看都美美哒，颜值高就是任性。